是你刚刚听到那个凉啊凉啊这首歌有没有？仿佛把我带到小时候，哎呦，儿时的回忆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以前听这首凉啊凉啊凉是听小哥费玉清唱的。啊，我知道。哦，小哥费玉清唱起来，那整个感觉就是很凉啊。啊，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费玉清他们肢体语言很多，他就凉啊凉啊凉凉啊凉，有没有？他就是、喂，不要乱教坏小孩。他就是很凉啦、啊。没有啦、就是，对对对，就是台中的天气很凉。对，很凉，一直有凉风吹来。所以你就是走路会很放松，所以你就很凉。好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是是是，对。不过刚刚听到这个芳玲姐姐唱歌啊，哇，真的是把大家带到过去很怀念的时光啊。是是，真的真的就是好像就是凤飞飞在唱歌。对，真的真的。接下来这一位呢，哇，我刚刚在后台看到她，之前在电视上看到她已经够漂亮，刚在后台看到哇，惊为天人，又瘦又正，本人好漂亮哦，汉典哥哥都要去跟她要电话。没有没有，因为她旁边有经纪人在那边，好了，我等一下帮她支开，好不好？